灯光音响我都检查过了，然后云凯那边的家人和宾客都已经基本上到齐了，我们这边也到齐了，然后你们要播放的10周年的影片呢我也检查过了，然后下一查查你放松一点，我相信今天呢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好紧张啊，你今天太漂亮了。那我现在该去上甜品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徐姐，苏雨，10年不见了，难得学姐还记得我。我怎么会忘呢？老婆，这位是？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苏雨。哦，我知道你，你是 SMYU 的设计师。你好，我是叶云凯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亲爱的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我找了你好久了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宁美珠宝的宁墨尘小姐，也是我们重要合作伙伴。原来是宁小姐，之前我听云凯提起过你。你好。原来白小姐这么漂亮，叶先生真是好福气。看到你们这么恩爱，我真的好羡慕。叶先生，也期待接下来跟你的合作。徐姐，苏玉，等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。好。宁墨尘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徐姐现在还昏迷不醒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让别人变得不幸，这就是你的乐趣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宁慕辰，我是白。我是白。又在装什么戏吗？医生给你检查过了，你没什么大碍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。苏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现在多听你说一句话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学姐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是宁慕辰。说出自己身份的时候，都会有灵魂抽离的眩晕感。难道说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，导致我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？会不会和昏迷在床的百里有关系？宁墨尘，你在我的身体里吗？坚持住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换回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换回来的。
我们同居了吗？素云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家？你莫尘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吗？苏雨，我。我们上楼吧。什么？小心，小心台阶。你忘了隔墙有耳是吗？什么？你在掩饰意吗？这又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？你是因为我跟叶云凯的关系才这样对我的吗？宁墨尘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只是假订婚，你与别的男人纠缠不清与我无关，但是你不应该伤害我学姐。假订婚？我问你，你是特意调查我，然后故意破坏我学姐的家庭是吗？会像你似的疑神疑鬼。我的身体好用吗？我拥有一切你没有。别过来！你的人生就是个笑话，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！为了让大家相信我是宁墨尘，我必须要了解他的过去。喂，彭医生，你今晚有空吗？宁小姐，请坐。宁小姐，好久没来了。之前我因为事故，好多事情记不清了。上一次我来找你咨询，是因为什么事啊？宁小姐的症状很像是选择性失忆，但不过有些事儿能忘记也是好的。可是我想拥有完整的记忆。是因为童年时期受到了一些创伤，你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父亲很快也再娶，还生了一个妹妹，你的继母经常虐待你，但表面上
却装着一视同仁。你将这件事情告诉你父亲，但是你父亲受到你继母的蛊惑，不相信你。从那以后，你对男人极度失望，但又极度渴望。意思是，我很不相信男人，但是又很需要男人的陪伴，所以会想要找很多的男朋友去试探他们的真心。宁小姐思路很清晰，跟以前确实有些不一样。毕竟重活了一次嘛，总会有些不一样的。今天你让我蛮意外的，你没有用任何下三滥的手段打动风浪，反而用了我想用的方式，谢谢。我们本来就是合作关系，我也要谢谢你。我答应你，和你一起合作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报复叶云凯，但你也帮了学姐。你给了我你的诚意，我也给你我的诚意，而且也让我见到不一样的你。那你现在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不好说，也许现在的你才是戴着面具的那一个。素瑜，其实没什么，我想说，不管哪一面的我，你都不要轻易相信，因为有时候眼见未必为实。什么意思？把烟桌子收好，送给你想送的人吧。尼摩西，你今天叫我来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不是我找你，是对面这三位有话想对你和苏总说。苏先生，我们三个人商量好了来找你，只是希望你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。如你所见，我们三位都跟宁小姐有过一段关系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实情，我跟宁墨尘交往的时候，他同时交往多个男人，害得我跟我老婆离了婚，把孩子都带走。他呀，说谎成性，把自己包装成高知女性，到处勾人。现在啊，害得我是妻离子散。他还喜欢录音，对吧？对，是。还拿这个事儿威胁我。我都照他说的做了，他还是把录音发给了我老婆。哎，姐姐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来是说这些。嗨，小新，找我来什么事啊？这个贱人为什么也在这儿？你不说再也不见他了吗？宁墨尘，我听说过你，别再招惹我老公，我们可以不为难。这个包我前几天才看上，是不是你给他买的？我没有给他买包，我早和他没联系了，我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我怎么就沾上你这种渣女呢？你这种女人迟早遭报应，破坏别人家庭，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，才不会让她钻了空子。我老公以前对我很好的，要不是被勾引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是，我老公也是。出轨的是你们自己的老公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哼，如果你能管得住自己，你们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还有你们，做错事情的是男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把错怪在我一个人身上？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都是他的错。就是贱人。闹够了没有？你谁呀？我是他的未婚夫。今天的事情我是目击证人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不是轻罪，如果我未婚妻要报警的话，我会配合他说出我看到的一切。另外，我讨厌下作的手段，但我更讨厌别人利用我。